请进入圣堂，和我们共同聆听天主的圣道，准备领受洗礼。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跟你受洗，阿门。教堂的话，就是从1865年到1919年这边结束嘛，然后总共有这个就是17个外国传教士在这边工作过。我们天主教的话，就是从小孩是生下来8天以后，就是要给他洗礼，有些的话就是到了成人以后才给他洗礼。 什么语唱的？我们有这个就是藏语，也有这个就是汉语部分。比如说我们早上晚上念的这个就是早晚课概念的经文及这些，有些是藏文的，有些是汉文的。比如系统的翻译的藏文的那种圣经没有，所以就是读圣经的时候，就是有很多都是读汉文这个圣经，然后就是用藏语来给他们解释。 现在你们这个村里头是不是还有其他的，就比如说藏传佛教的教徒啊、教派？有的，不仅是这个村子里面，就是有一半是信仰藏传佛教的，但是我们这个天主教里面，就是一个家庭里面都信仰两种宗教的都有，有些是。 母亲家里面的母亲信仰藏传佛教，父亲信仰天主教，所以就是一个家庭里面两种宗教都有好几个家庭，就是会有冲突吗？现在的话就是没什么冲突，人的话就是不像思想的话就也不像以前那种的，就是保守那种啊，所以就是比较接纳彼此嘛。一来的话就是这个政策特别的好，宗教信仰自由。 这样以后就是家里面就开始就是信仰这个就是宗教信仰自由了。我们家里的话就是到我这一代的话就是4代天主教了。 刚开始的话，就是比如说是很多人都是不接受，这样以后就是慢慢慢慢慢慢，现在的话就是我们都是跟几个寺庙，我们都是关系非常的融洽，而且是跟这几个僧个人关系也好，就是都处得非常的好。是藏族人，也有藏族的生活方式来敬拜我们自己所信仰的这个天主。